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在整个马可福音有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里面，接下来有一段很重要的一个段论，是耶稣的一个教导。教导什么呢？教导末世。我想在整本圣经有非常多的部分呢，是大家都很愿意讨论的。而在这些大家想要讨论的话题里面，有一个重要的话题，我想是在这个时代大家格外喜欢，就是讲世界末日。非常多的电影拍世界末日，非常多的惊悚小说写世界末日，也有很多的这些杂志新闻的报道里面谈到世界各地，讲到世界末日。而且但凡这样的影片，不管是这个新闻影片也好，或者是这些戏剧的影片也好，只要是讲到这些都非常吸引人，而且很多人爱看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总想知道未来，对于一个不知道的未知是非常吸引人的。而这个未知好像跟我们都有关系，尤其是这些年来看到各地都有很多的一些灾难，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，让人更是觉得不安，说那么是不是世界末日快到了。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有一些教导，而这些教导对我们是重要的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对于世界末日的认识不应该是从一个幻想科幻里面而来的，也不是从一个惊悚里面来的，而是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。耶稣讲到末世，其实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一二三四五六就会发生这个，不是这样教的。耶稣所教导的末世里面，第一个部分他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，那一件事就是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。耶稣不断地用谨慎这两个字提醒我们，他先没有讲说什么是末世，哪些现象，那些都在其次，他先讲你要用一个谨慎的态度来面对末世。那么为什么要谨慎？因为他说到在面对末世这样的时候，在末后的时代会有非常多的假先知，会有非常多的假基督，会有非常多的一些错谬的说法，甚至人事物出现，而那些会造来很大的混乱。然后耶稣说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迷惑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说这种众说纷纭乱七八糟的一些说法，似是而非的说法，听起来很炫很吸引人，但是却带来人很多的迷惑，带来人很多的惧怕。为什么带来迷惑？就是越听越不懂，越听越不懂，这个人这样讲，那个人那样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带来迷惑。而那个迷惑因为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发展下去，所以就会害怕。你知道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所有的教导都不是让人带来惧怕的，耶稣所有的教导都让人的心中带来盼望。那个意思不是说哦，不会有世界末日了，不会有那个，不是。耶稣其实接下来几天我会跟你分享耶稣怎么讲面对末后的时代，末世基督再来，面对这些事情是会有一些现象，那些现象是让人紧张让人害怕，但是耶稣却带出一个清楚的教导，是说你不要怕，因为耶稣教我们怎么面对这些。你知道人会害怕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很可怕。虽然知道是这样，但是知道该怎么办就不会害怕。前面有一个悬崖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知道说不要怕，那边有一条小路可以走下去，你就不怕了，因为有出路。耶稣不只是让我们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事件会发生，耶稣更清楚地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。这就是圣经的真理。圣经教我们，的确我们在面对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一步步走向末后的时代，但是不是带来恐惧，是带来盼望，因为他告诉我们生命的出路怎么往前走。接下来几天我们从耶稣的教导来认识末世，但是谢谢主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，不是害怕，是带着盼望，愿意圣经的教导成为你我的盼望。
就像在每日升起的太阳，只要有星星就有希望，黎明的曙光将会照亮前方，属于我们的梦想。黑夜的尽头那道光芒，给我们无尽的力量。我张开翅膀，我逆风飞翔，越过深深海洋，到达另一头美丽的故乡。方向，我已经学会坚强。明天的路纵然漫长，有你陪伴我身旁，温暖我的心房。在你温柔的眼神里，是更美的地方。有你